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炫老，欢迎来到三国杀的世界。今天继续来我的三国杀欢乐成双竞技第十二赛季的天梯。那之前目前爬到教位四，然后继续我的天梯之旅。好，来看看，好久没玩了三国杀。哎，他现在改成那个了，直接二二了。啊，他界面改了。校尉四打五，有来看看哦。乐英、周瑜、诸葛卧龙。哦，周瑜、孙权，好了，我们玩过孙权，每次都被人家选到孙权，这才玩看孙权。孙权能力只有一个，但是真的好用，就是弃掉任何你不要的牌，然后你就可以换，把它换成。等相同等的牌，好，装加一码，然后五谷丰登，哦，逃好了，那应该拿火杀吧？哎呀，拿普通杀为什么？好，换两张，借刀杀人没有？好，结束。所以就是一直机手牌，一直换，然后一直当 support， 专业的 support。魏延什么能力啊？不要因为暂时的得失而胆怯。距离一的伤害的话，可以回复一滴或摸一张牌。然后限定技出牌的时候失去任何点，然后距离可以多使用闪。哦，说的是。哦，这么猛！也不看看我是何人。铁锁连环，赢你还不容易？赢你还不容易？典韦是当你出牌的时候损失一个牌，损失一点体力后弃一张武器，靠腰，弃有什么？弃有加一嘛？不，我的好队友，你真是太烂了，干还需要两个桃嘞，还是藤甲？哇，七早八早都输了。谁敢杀我？啊，真的太悲伤了。铁戟双蹄，八十斤，火攻，威风凛凛，战乾坤，战乾坤。哇，这就两滴了，我的天哪！损失一个体力再攻击，造成一点伤害。哦，很猛哎、欸！哇，被解掉了。闪。哇，冰凉寸断！哇，不能抽牌，那就抽两张，顺手牵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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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杀！中！我来看看你是留什么手牌，拿来，决斗，决斗，给你爸去死！孙权一打二，力挽狂澜，哇！雷杀，雷杀，闪！哇，手牌根本不够啊！乐不思蜀，哇，又中，那人家可以衰。哇，还要有桃，还要有桃。哇，好，再捡一把送你。杀，杀，中。勇字当头，义字当先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不要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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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只是让我苟活一回合。好吧，先杀他好了。杀，中，不会有逃吧？没有。哎呀，你有今天。好 ，PK。铁戟双蹄，靠腰，八十斤，威风凛凛，震乾坤，震乾坤。好，输了，可恶，差一点。典韦的能力好强哦！哎呀，我的烂队友真的是。好，再来。
校尉是卫士五。哇，郭嘉，接下来我们看法正吗？什么什么？哇，这能力好麻烦的、啊，获得一个奖，举柱子。哦，啊，我们看身上先好了。哎，盘孔怎么那么丑啊？铁锁连环。啊，好啦，身上先好了。来吧，我的能力失去装备的时候可以摸两张牌，然后解音出牌阶段的时候找一个男性弃一张手牌，或是将双手牌你跟体力值较高的摸一张牌，体力较低恢复一张。过河拆桥，然后诸葛亮的能力是关心。准备的时候可以看牌顶的存活数量的角色，然后把牌随意他放，然后没有手牌的时候不能当杀或闪杀或决斗的目标。然后他老婆一记再连一哦，使用普通锦囊就可以抽一张了，这么猛。然后使用锦囊没有距离限制，哇靠腰杀闪骨肉计，哇失去一个体力再摸两张。哦，阿盖很猛哦！东吴水师可破！哇塞，装满天呢！结音，气好，植入装备他。我也好。他好，我也好。然后乐布斯叔你好了，你太嚣张了。准备结音吗？然后哇，两个都八卦阵，有八卦阵杀了也没意思啊，杀看哦。那判定失败，加油！夫妻对决，诸葛亮跟阿英的对决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关心管有用，放他乐不思蜀也没用，因为他是在判定之前就那个，哇靠腰，我要弃一张手牌，然后体力值高的摸一张，体力值低的回复一滴，好啦，我待会要再用解衣哦，不不要死，哇很猛欸阿盖，冰凉寸断。可恶，又没血了。哎呀，真没办法。夫君，身体要紧。知天意，逆天来。张老白，你的体力摸一张，体力值低了。啊，悲伤。阿盖就剩一滴血了，阿盖。九杀。闪，哎呀，可惜，他应该是赌他没有闪。哎，他怎么死掉了？决斗，不，我想想好，这样。我补一滴，他摸一张嘛，然后我再补一滴，好，完美，结束。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简单说就是弃一张手牌，然后我跟我队友，反正一个可以摸一张，一个可以恢复一滴体力。好，顺手牵羊。想想看哦，好，收管的八卦阵。然后九这样子，好，我摸一张，然后这样 ，OK， 完美。孙尚香这专职 support 还不错。只要我队友不是男的话，反正七张手牌就是一个人可以摸一张，然后一个人可以那个，
一个人可以补一滴血，很划算的。杀，麻瓜阵，哇，这样也失效。闪，好过拆桥，拆，拆拆你的诸葛连弩好了，太烦了。然后杀，哎呦，算你运气，好结束。天下大事。哎呦，阿英其实还蛮漂亮的。使用锦囊牌，华气两张，寒冰剑。啊，我想一想哦，我们两个是不用回血了，好，那先存手牌好了。他可以控制他的，等于说阿盖的其中一张牌，他可以哇？为什么是弃牌？哦，他有加一码了啊！我应该弃他加一码的啊！想看我怎么弃他的加一码？铁锁连环，麒麟弓，哇！闪，不要放闪电好了。好，噔噔，万箭齐发，闪，中，哎，他怎么就这样没了？哇，被吸光光了牌，想想看哦，好，秒杀你。雷杀，知天意，逆天难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，行不行？杀，丈八，两张手牌可以当杀打出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二打一基本上都没什么搞头的。无中生有机，无中生有，阿盖，哎呦，中。好，装，再抽两张，然后弃一张牌，来吧。身体要紧，杀，中，十，啊，哎呦，真不赖。阿香其实蛮好玩的。不错，刺客，好。角位四，开两个角位四约，哎呀，来看看啊、哦，关平司马朗，啊，貂蝉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司马朗看一下哦，一个就结束阶段，小鱼可以交这张手牌等同哦。没什么用，弃一张牌杀不是不是？哎，好像那个，好像他老爸的技能。弃一张牌杀可以不列入使用。我先吗？啊，来装，可以装的都装一装。离间，你打他。先父所谋，天衣无缝。天衣无缝，就一时之急。羡慕吧。结束的时候可以摸一张牌，铁锁连环。借刀杀人。借刀杀人。好啦，诸葛连弩比较，哎呦，靠腰。火攻。下。战局不利至此，末将难辞其咎。哇，你好意思打你哥哥？皮肉之苦，诸葛瞻是岂会倒下？哇，要死掉了！还好哦，还好还好。啊！为国受苦，皮肉之苦挂齿，我岂会倒下？不足挂齿。哎呦，阿盖好猛！知天意，逆天难，逆天难。
可惜阿盖下家是五。过河拆桥。过河拆桥。过河拆桥。决斗。决斗。哦，这白痴。他刚拆他手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杀他。定使魏军虚实难辨，欸，真假不分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原来是这样。当他手牌小于他的那个时候，失礼了，无中生有。嗯，不要不要，无中生有。哇，都是九跟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没打我。观看三张牌，保留一张，好像诸葛亮的技能了。哎呀，烂透了！哇，阿盖又要赢了。洗牌，杀你打。中，哈哈，那就赌你没有逃。哇，可恶！哇，剩一张手牌。陷入吧，无中生有。哇，吸光光。无缘故难入侵。哇，你老师哎，看被他南蛮入侵搞死。哇，输了！对不起。啊，我的好队友都死太快了。好，继续，角位四。来来，看看角位四。啊，这四只没有一只熟悉的。孙坚受伤可以选择摸一张牌弃一张，摸一张牌弃一张。马忠、司马朗结束的时候手会交给他弃一张牌。庞德杀的时候可以弃一张牌，如果是装备卡，我不能想到如果不是装备卡，他该想说的啥？好烂哦！啊，不司马朗好了，虽然说不知道司马朗在做什么的。我的能力，一个角色结束阶段的时候，如果手牌小于一张，可以摸一张牌，并且把手牌全部交给我，然后再把等同了哦。杀！简单说就是我的一个 support 的技能。顺手牵引。给我之后，我再帮他分配，然后我可以弃掉一张，弃掉。我可以弃置伤害令最多的。哇，我的队友快死了！听说，弃掉个黑色的牌的话，啊，就你。哦，砍下哦！哇，乐不思蜀，你好，看你这么讨厌。然后，万箭齐发陆逊啊，他会死哎、欸！万箭齐发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为了救你啦，我都。然后。换一个好保证，然后结束，加油陆逊，铁锁连环，火杀，雷杀，有中，喵，哇，可恶，他竟然有逃。男儿慷慨，军中豪迈，还不是万能。哦，结束的时候他可以把手牌给我，然后我再挑两张给你，是不是？那挑九给你好了，九跟南蛮入侵给你。好，因为他有九，他可以自己补吧。久战不利，勿要贪功。哎，九可以补自己吧？我记得，你应该不会死吧？九，对啊。
还好聪明如我，刚把记得把酒给你。啊，过河拆桥，拆你的加一码。哇，杀不到，那就杀你吧。闪，好，结束。手牌小于一张。火攻中，应该不会有逃了吧？还有逃，真是太离谱了。啊，没有啊，中一定。晋国当有搜手袭战之辈，搜手袭战之辈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那就闪给你好了。闪跟，啊，闪跟决斗给你嘛，啊，闪跟决斗给你好了。过河拆桥。别拆刀，不要拆刀哦！还哇，没啥。哎呦，还好哦，这是祖先保佑。男儿慷慨，军中豪迈。选一张给你哦，那再选杀给你啊！开什么玩笑？去疾，只要恢复一点体力。愿为将士好，略尽装装。嗯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杀两次就搞定了。别动啊，杀，好，杀十。牌不是万能的，牌不是万能的。十啊，尼玛是有今天的。哎呦，帅哥是麻狼，好 ，Go， 等一场我们就升等了。啊，这次要玩什么？啊，刚刚孙权输了，这次要来玩一次孙权好了。啊，这个角色实在是太多了。周瑜。还玩什么？玩郭嘉，郭嘉很好玩嘞、欸，郭嘉超帅的。好，开始，由我的郭嘉先开始。铁锁连环。哎呦，长得很帅。啊，又是那块放橘子的哦，真是讨厌。哇，他的传说哎、欸！有跪乳之恩，鸦有反哺之意。哇，郭嘉哎、欸，羊有跪乳之恩，莫大乎尊亲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。决斗，决斗，我杀，我杀，没杀，中，杀没有中。双一别草木之心，不是这样的吧？而见真良之见。啊，七早八早的死了。杀，共谋溃杀，雷杀，闪。啊，你看，好，还差一点，我们教位是三星 ，Go。校尉四三星开始，赵云法阵，赵云杀闪闪上杀吗？法阵是什么？或者角色摸一张牌，双方来源给张牌。哇，没什么。南蛮入侵对我无效，摸牌亮出最佳的牌。董卓黑桃一刀刀，你对女性角色使用杀的时候结束能力不行，算还是法阵好了。当你获得启动的时候，两张牌都可以摸一张牌，当你损失一张。哦，我受点伤害的时候，伤害来源要给我一张手牌。
然后晕厥摸牌的时候，我可以改由另一个其他改另一个角色摸两张牌，然后除非另外一个角色摸两张，然后除非那角色对我选择另一个角色实施。哇，好复杂的能力啊！简单说就是，我可以找一个玩家摸两张，然后他要对我选择他，否则我会得到那两张。哇，晕眩。叫你十倍不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恩怨哦，获得一张两张牌之后可以摸两张牌。哦，我知道意思了，这要放敌人啊，靠腰。Sorry， 过河拆桥，猜你加一码，然后再猜，拆桥，猜你手牌，然后我就 K， 杀，结束。摸牌，敌人如果摸两张的话，然后他要对我。对我使出杀，哎呦，判定失效哦！但是你会不会蓝蛮入侵？现在走是你最好的选择。选择杀，那就杀你吧。杀！杀！哇，闪电轮到我了，真是个烫手山芋。啊、发阵，哇！发光阵现在没用，发动恩怨，摸一张牌，如果受到点来源伤害，伤了我，休想全身而退。杀！哇！要死了要死了，除非伤害来源给一张手牌，否则失去这张牌。杀！哇！我的好队友。九。哎呦，竟然有九！哎呀，失效还好，失效失效。晕眩啊！收人钱财，抵人消灾。好，杀。现在走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来，二，闪好了。无限氪金。然后我来杀你看看，杀。雷杀。雷杀。中。死了吧？哇，可恶，竟然没死。这是本王最后的仁慈。好，乐不思蜀你，然后装备诸葛连弩，结束。哇，可恶，还在补血。哎呦，判定生效，洗牌，洗光光。好，解锁连环，阿英加油！决斗，然后要死喽！搞定，曹丕！对对，先锋！哇，吸光光！哎呦，中闪电哦！有人被雷劈了，啊，太悲伤了。没有今天。素远亭，好，焦维山，真不错。这场真是不错，被雷劈。法正，帅哥。好，这样不错。
运气还不错，有人被雷劈到。那咱们来看一下，哎，目前是教会山嘛，教会在这边，然后中郎领军大将枭雄，好，教教，教会山大概还在第二阶的山而已，十二赛季，好 ，OK， 那今天就打到教会山就好了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是轩劳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